music music taxi 下个 taxi。 Hello， 炒菜糖火锅喝客花冲客小王出发嘞！咪咪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冲学小王》。哎 ，Hello， 文艺，我是罗文玉。今天呢，唱歌小黄的来宾呢，演的电视剧，他明明不是客家人，可是为了学客家话一些台词，让人家误以为他就是客家人。好，现在该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林宇轩。嗨，大家好。哇！我刚开场白里面，你就是我们要找的这种特质的人，所以呢，今天你一样就要，我觉得要有两个任务，一个就是唱客家歌。是，请问今天要唱哪一首客家歌呢？今天要唱的这首呢，叫做《胆胎胎》。哦，《胆胎胎》就是胆子很大的。对。教的客家话是哪一句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你要教的是“奶爱睡梦嘞”。我要睡觉了。嗯，很开呀。奶爱睡梦嘞，在片场会不会拍到三更半夜的时候，觉得好累，就用这句话？应该是说在片场。随时都是睡梦了，应该很 Q 哟，三秒就能睡着，对，直接睡着。现在我马上去这个路边去找我们的乘客上来。好的好 ，OK， 拜拜，拜。今日家事唔听错送，我哋咧冲客消防，同我哋讲唔可以来宾，我哋稍微要专门咧告诉听众，冲一条荷塘嘅客家果本汤哦。啊，最明我对下茶时节爱喝一支客家花，啊，你阿摆嘅茶啤酒完全免费，啊，你下咧我哋出嚟看看，来宾朋友可以坐到我哋咧冲客消防。嗨，你好。哇，我们欢迎请。嗨，我是宇轩。林宇轩，你好，有看过我的戏吗？有。他要去一个地方，来跟我们讲去哪里。我要去仁爱新生附近。仁爱新生附近。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会讲说这个唱客小黄，我讲冲客小王，那你们就接着讲出发嘞。冲客小王，出发嘞。陈小姐本身是。台湾人吗？还是你是客家人吗？因为我们常常找到上来莫名其妙，哎、欸，很多都是客家人。都是客家人。对。我妈妈是客家人。你妈妈是这一半，所以你自己一半。哦、一半。那会讲吗？那一肚脐药。啊？肚脐药？那是海陆腔。肚子饿吗？肚子药。哦。那是海陆腔、欸。那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们在讲奶龟肚脐。来肚脐液，肚脐液或肚子摇。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呢、啊，我们会让宇轩唱一首客家歌给你听，而且我觉得这句刚刚好，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他。是吗？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现在是上班族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会有遇到一些困难、不快乐的时候。对。对，所以常常就需要说，哎，不要怕，继续，勇敢，鼓励你的一首歌。所以这首歌叫。胆胎胎，胆胎胎的意思是什么？来解释一下。就是要你要勇敢，要大胆一点。勇敢大胆一点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呢，完全表达，好不好？我们社会年轻人逐梦人的这个过程里面会遇到的挫折、磨练、挑战、试炼，所以要胆胎胎，是，好不好？笑容满面，哇！你这样听得懂他在唱什么吗？
有几个字反正。对，但你可以听到一种纯真的感觉，就一种小朋友在哦，妈妈在鼓励他，你跌倒了，当太太继续往前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那在下车之前呢，啊，就要学一句非常实用的一句客家话，叫做“爱爱睡梦嘞”。我要睡觉了，那他这个。奶爱睡梦嘞，那你看这个客家小炒，每一次他们的插画就是会非常的传神。我们欢迎陈小姐来试一下。奶爱睡梦嘞，不是奶，是奶奶奶奶爱奶爱奶奶奶奶爱，有标准，对，确信了，对对，得分。奶爱睡梦嘞，哎，不错。奶爱睡梦嘞，很可爱呀。OK 哦，所以以后你不小心当我们的客家媳妇的时候，就可以这句话不能随便讲。我说媳妇怎么都可以随便，你没事就想睡觉，没事就想睡觉，蛋黄哥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呢？谢谢陈小姐，希望你快点找到如意的，不是郎君，是工作，是新的工作，新的工作，加油，郎太太哦，加油加油，拜拜。听说你们在片场啊，拍这个戏的时候，因为很无聊，在等嘛，都会玩一些很奇怪的游戏。因为我刚刚就在玩，发现蛮好笑的这样。就是对啊，跟今天的客家话还蛮有共鸣的，就是我要睡梦，我要睡觉了，应该爱睡梦嘞。那因为最近有一个贴图很红，叫蛋黄哥啊，蛋黄哥他就是好累啊，很漂亮。哎，那你要用这个，用蛋黄哥的感觉来讲这句客家话。哎，不错哎，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找你来配音呢。冲哈小王，任务成功，拜拜。